那为什么所有众生，几乎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净空法师给我们答案，叫吃毒之后就是愚痴。愚痴是一个毒，他所招感的灾祸叫吃毒之后。你要知道万恶淫为首，当然第一果报是很可怕，我们都不愿意说到第一季受这个惨烈的果报。可是为什么世间会造成这么多这些奸淫的事情呢？因为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就把问题点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智慧一生出来，这个淫的问题呢，你就解决了。那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那就是生生世世纠缠不清了，就讨债还债，报恩报怨，互为眷属啊，要轮回不休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佛陀跟我们说的可怜悯者啊，很可怜啊，不断的在轮回啊。哪怕是英雄好汉、达官贵人，甚至修行非常好的人，到最后沦落到三恶道的众生啊，那是真正可怜悯者啊。所以这一篇老法师讲的吃毒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去醒思。老法师说，痴是一个严重的毒，我们所谓贪嗔痴三毒。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经文：汝身与神安，不信经法三恶之道，多不知信。就是说，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上也有解释这一段：汝身以神案，不信经法，三恶之道都不知信。就是人一旦有邪淫之心或者淫逸之心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很愚笨一样，叫身愚。神案呢，案就是暗淡、无明障蔽。神就是什么？神就是我们的灵性呢、啊。迷呢又叫灵魂呢、啊，我们讲叫神魂颠倒，他就不再相信精华，不相信精华就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了。那对于善恶之报、善恶因缘果报，他就不相信了、啊。这是愚痴，这是愚痴。那法师说，吃毒之后伤人会命，愚痴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是断他的慧命，是伤他的慧命。慧命是我们的自信。那法师说，不是伤他的生命哦，是智慧没有了，叫伤人慧命。所以贪嗔痴，我上次在讲课的时候有提过，贪嗔痴哪个比较重要？因为贪摆在第一个嘛，嗔摆第二个，痴摆在第三个。那我问各位，贪嗔痴哪个最重要？有些人说，那爱不重不生娑婆啦，那应该是贪啦、啊。错了，是痴。你假如有智慧，就不会贪啦、啊。你假如有智慧，就不会起嗔心啦、啊，也不会嫉妒啦、啊，也不会毒害啦、啊，也不会机械心啦、啊，也不会妒害心啦、啊，也不会杀害心啦、啊，这些都没有啦、啊，也不会贪着心啦、啊，对不对？所以贪嗔痴里面，这个痴愚痴最重要。它一解决了，贪跟嗔全部解决。就转成戒定慧了。所以呢，
愚痴是三毒的之本。他为什么会贪？没有智慧。他为什么会嗔生气？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不贪。像净空法师，人家给他供养，他到哪个道场去，他全部都捐出来，他不带走。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就带走了，就是弟子给我供养的，信徒给我供养的。人家老法师有智慧啊，到哪去讲座去开示，人家给他供养，当场留下来，那个道给那个道场，他不带走这个供养，他完全看得破，完全放得下。所以呢，愚痴真的是三毒的根本。故痴毒为患极深，彼此贪嗔二毒。世间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为恶。世间人为什么他善恶不分？因为他没有智慧，他愚痴，他自私自利，所以呢，他不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老法师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不分善恶，我们现在说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善恶，这些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现在这种价值观，到现在完全颠倒。什么是善？现代人说，有钱有势就是好的，所以有钱有势是善。贫贱就是恶。所以很多现在小孩子爱慕虚荣，想去买一个手机 iPhone 手机，不惜把自己的肾割掉卖掉。自己认为贫穷，抱怨父母，甚至拳打脚踢，甚至瞧不起父母，怨恨父母，这叫贫贱就是恶。现在的人价值观沦落到这种地步。老法师说，现在的人价值观就是这个。所以要怎么样？所以拼命的去争名夺利。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人人都损人利己，老法师说这还得了吗？善恶价值观全部颠倒了，所以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这经里面讲的啊，生机械心，生嗔恨心，生贪着心，全部出来了。构成己意妄加分别，以善恶三世因果之恒规，不能生信。价值观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不相信有三世因果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构成己意了，妄加分别了。你给他讲啊，这会有果报，会有地狱下地狱的，你给他讲善恶果报，他不相信了。刚才讲了那个北部某县市这个高尼杀死弱尼这个例子，杀了200多刀，他相信有地狱吗？跟这里讲的一样，他完全不相信。他相信要不要还命债？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老祖宗说的欠命的要还命，他不相信啊！老法师说，为什么人看到人都是动物生命，为什么有些是蜉蝣？蜉蝣就是朝生暮死的，
早上出生，晚上就死掉了。老和尚说，为什么会有浮有这么多的生物？老法师说，那个都是杀业非常重的。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讲的，我们说一代枭雄，三国时代的曹操，在当时那个时代够不够神勇？人家称他叫一代枭雄。他聪不聪明？他聪明绝顶，他狡计多端，但是他就是不敢伤害关公。他对关公呢，关老爷非常敬佩。但是曹操虽然是聪明一世，但是他造了那么多的杀业。到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读书人到菜市场去，看到一头被杀的猪，那个心会上面写上了曹操两个字。当时惊吓到这个因果的可怕，当时就离开这个家庭呢，就出家修道去了。这个是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记载的。你想想看，从三国时代到清朝已经1000多年了。换句话说，曹操在出生到也1000多年了。他当时杀那么多人的时候，他相信善恶果报吗？他相信善恶的三世因果吗？恒归吗？他不相信啊。所以老法师说，那个浮游就是造杀业非常重的，他变成朝生暮死，还命债，还命债。所以现在的人，你跟他讲善恶果报，他不相信；你跟他讲来世，他也不相信。那更不要讲极乐世界跟天堂了。他只相信新台币跟人民币跟美金，什么都不相信。他认为有钱富贵就是善，贫穷就是恶，就是现在的价值观。可以吃卖灵性，可以吃卖灵魂，没有道义可言，可以杀害自己的父母，可以陷害自己的朋友，可以杀死自己的朋友，甚至杀死自己的亲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恶的事情都说做得出来。所以你跟他讲，你跟现在这些人讲讲善恶果报，他不相信；跟他讲来世，他也不相信。他认为说，我现在当人，我现在及时行乐，就是我的人生。他要拼命的去享受，他要拼命的去争名夺利。我们学佛人不肯拼命的去争，他说我们是愚痴，他说我们是傻子，我们是傻人，是呆瓜，说我们是愚人，他是聪明人。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讲说，世人善恶智不能见，世人就是世间这些愚痴的人，善恶智不能见呢。自己不晓得自己在造恶，自己不晓得自己不去行善，对善恶自己都没有警觉，不晓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也是地球灾变的真正因素。老法师点出两个问题：社会动乱、地球灾变的真正根源、真正的原因。既不知因，便不畏果。你不知道因，当然不怕果报了。既不知因，便不畏果。果报现前，他以为跟他不相干。灾难来了，他说是自然灾害，跟他无关，不是任何人能够抗拒的。
那怎么样？现代人怎么样？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黄念者就注解里面讲，只求当时的快意，经文上这样说，只求当时快意，不怕后面的后患无穷，不惧后患无穷。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当时就说了这些话，在经文上这样说，好像是说给现代人听，过去在历史上没有这么严重。老法师说，不要说是过去历史了，他说50年前就没有这种现象，50年前还没有这种现象，还没有这么严重。我们50年前，甚至我们古代的人，他们受佛的教诲，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诲，还不太敢过分。过分觉得自己没有面子。现在价值观全部改变了，是非善恶通通颠倒了，把善当成恶，把恶认为善。所以纵情之意，任意作恶，尽造恶因。刚刚讲那个命难，就是这个这样的写照。纵情之意，就是奸淫，就是换邪淫，就是淫逸的祸害。就是纵情之意，任意作恶，尽造恶因。这个竞争，这个恶因，就是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拼命的干这些事情，拼命造这个贪嗔痴慢疑，拼命造杀盗淫妄酒。不顾当来之凶祸，他不考虑未来的凶祸、吉凶祸福。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善恶三世因果，他不相信来世。你跟他讲说他将来有果报，他不相信。他说这是迷信。他说这个是封建时代那些帝王欺骗民众的。如果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些经教，他们在旁边会耻笑我们愚痴，会排斥我们，打压我们。老法师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才无所忌惮，他们才可以无所忌惮，就是纵情之意，任意作恶。所以佛在经上说呢，吉凶祸福尽过作之啊。吉凶祸福尽过作之啊，就是充分想显现的现在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在比赛，都在竞争，争不到就斗争，斗争不到就发动战争。现在美国跟俄罗斯在叙利亚把整个城都毁掉，让人民流离失所，不就是这样的吗？争不到就是斗争啊，斗争不到就发动战争啊，就掠夺，所以造成天灾人祸。人祸就现在的叙利亚、中东的这些难民到欧洲流离失所，遍地哀嚎。但今天看那个网络的相片，一个小女生在战乱中满脸都是血。昨天看到一个更让人家心酸的，一个中东叙利亚的一个小孩子对着窗户跟上帝讲说，不要再战争好不好。
很多人看得很感动，但是无可奈何。这就是天灾人祸，爱不到就杀死你，别人也不能爱，同归于尽。这叫吃赌之后。啊，爱不到就杀死你。我们台湾有一位老兵，80几岁了，娶了一个中国嫁过来的一个女子，年纪也轻，30几岁。这80几岁跟30几岁的这黄昏恋呢，结果想不到呢，那个中国嫁过来这个女孩子呢，大概有婚外情，交了男朋友。这个80几岁的老兵呢，一气之下就拿刀呢，把他这个太太当场杀死，把他脸上全部划了千刀万割。他讲一句话，警察把他抓到，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爱不到，别人也不要爱。”80几岁的呢，都已经全部进入棺材的呢。老和尚说：“80几就是寒冬哎，都准备要死的人呢。”就是我爱不到，警察跟他问说：“你为什么要杀死你的太太？”他说：“我爱不到，别人也不能爱。”你就知道说这个万恶淫为首，这个奸淫有多惨烈，有多可怕。所以我才说，这个践踏社会呢，起心思之呢，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再加上老祖宗这些流传下的这些古代公案，再透过我这样把它讲出来，我再附一些现代的这个邪淫公案，将来单行本把它流通出来，虽然不能够断绝这个淫逸之风了，但是至少希望可以让世人警惕，生敬畏之心。就周安世居士说的：“人人知因果，天下太平之道；人人不知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那么这一段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可以不借风流债？那这一篇呢，啊，也是引用印光大师。怎么样可以不欠风流债？就要看破色意。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呢，见他赦免，起心思之，就这么一念，就造下罪业了。起心呢，尚且不可，何况是造成事实呢？还习以为常呢？所以看到色意的时候，要怎么去关照呢？要怎么回头是岸呢？下面有几段呢，值得我们学习。怎么样可以不欠风流债？第一个呢，就是啊，要去想想看看，古代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果报的故事里面，古代的人面对美女主动现身的时候，都有拒绝接纳以保持德行的。那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图谋女色呢？所以你当女色当前的时候，你要想古代有很多人面对女色在引诱的时候，他都能够拒绝接纳，而且保持清德。就我们讲过的啊，以前台湾的司法院长王宠惠先生，他是个博士，他留学英美德陆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啊，是一个学问非常好的一个法学家啊，王宠惠博士在台湾早期的司法界非常有名。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是美国
很好的一个大学，啊，他学问非常渊博，而且心地非常慈悲、仁慈、直爽，而且对名利看得很淡。他让人家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生平不好女色。那王传惠先生呢？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有一段言妓裸女的事情。在清光绪27年的时候，在1901年，当时呢，有一个革命分子叫秦立三，他是国民党起兵的失败的一位革命分子，叫秦立三。他失败以后呢，逃到日本去。被王传惠呢，因为王传惠当时在日本留学，把他收留了，就把秦立三呢，请他住在楼下，他住楼上。那当时王传惠呢，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雇佣一个日本的下女。这个日本的下女呢，对王传惠先生呢，啊，他年少英俊呢，非常的倾心，常常借机会献媚。或者说日本话呢，用语言调戏，但是王传惠呢都不为所动。有一天晚上凌晨4点呢，这个日本下女呢就把衣服都脱光了，赤身裸体的进入王传惠的房间求欢。啊，像这种情形呢，虚云老和尚有一次在出家的时候。当时天气很热，在乘那个渡轮要经过一个河的时候，当时因为这个渡轮呢，里面坐了很多人。虚云老和尚当时出家一段期间了，啊，因为大家很多人乘这个渡轮，天气又闷热，不像现在说有冷气跟电风扇，整船的人都在睡觉。当时呢。就有一个女子呢，把衣服全部解开，宽衣解带，全部解开呢，她躺在虚云老和尚的旁边，要勾引虚云老和尚。当时虚云老和尚就正襟危坐，就端坐起来呢，他在念佛持咒，双腿一盘呢，他就开始念佛持咒，来摒除呢这个眼前这位女色的。引诱。当时写这篇故事的作者说了，他说还好虚云老和尚定功非常的深，可以拒绝这位女色的诱惑，否则他当时已经现出家相了，他已经破戒了。那要不是虚云老和尚的定功深，他早就失去戒体了。啊，他就讲说呢，阿难尊者当时在的时候，摩登伽尼在诱惑他的时候，有佛陀的楞严神咒在救他，派文殊师利菩萨去救阿难尊者。他说在那个渡轮上面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虚云老和尚啊，稍有不顺就变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呐。那就不是现在的虚云老和尚的高僧大德了，就毁了，一代圣人就毁了。所以这个呢，日本的下女呢，在凌晨4点呢，赤身裸体的进入王传惠的房间求欢。王素见状呢，就王传惠看到这种情形呢，大为惊骇。这个人是德行真的了不起啊！了不起，了不起！我们真的要给他赞叹。王传惠也许不是一个学佛的，但是身为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德行这么清高，坚持不为所动，这个德行呢，就非常的做到戒律里面讲的。果亲律师常说的，常常说的，沉点不染。
皎白如夜，真的可以称为皎白如夜，沉点不染。所以当时王总会呢，会长惊讶的大声喊叫：“不可，不可！”我们也看过以前这个因果报应故事里面，有一个秀才要进京考试，也是被女色诱惑。他到守不住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不可，不可，不可最难呐、啊！不可，不可最难，要拒绝诱惑很困难呐、啊。”结果他去考试的时候，他的考卷呢，本来考官呢不给他录取了，啊，结果丢了几次呢？丢了几次，几次都听到声音说“不可，不可，不可最难”。那个考官呢，就把那个考卷再仔细检查，就奇怪呢，每次就把他批不及格，把他丢在旁边呢，就偏偏有听到声音说“不可，不可最难”，就把那个考卷再重新看，后来就给他录取了。就是他季节谐音呢，季节兼邻呢，得到功名富贵的果报。一般来讲啊。如果换谐音的话，都有损功名福报。本来要当很大的官呢，都会贬下来，甚至被拔掉，甚至会被除掉功名。尤其这一块是属于文昌帝君管的，特别的敏感。所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你读博士，你要当官呢，一个原则，绝对不能换谐音。你一换邪淫，本来命中有当大官的命都变小官，甚至没有官可以做，而且还官司缠身。我们现在看很多公安都这样啊，不管是台湾，不管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很多大官一到荣华富贵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是败在这些女色里面呢、啊，这美女里面呢、啊。财色这两个，所以当时王崇惠就大声高呼啊：“不可，不可！”吓你狂奔而走啊，这吓你就跑掉了。楼下那个秦立山啊，跟几位留学生啊，看到王崇惠呢见色不淫这个定力呢，十分钦佩。这王崇惠先生就做到文昌帝君音注里面讲的慎独之以轻淫，他不动邪念，功名成就，而且官当到司法院长，功名成就。所以呢，众生的毛病呢，就是在最初一念不易守之，第一念守不住，所以要做到什么？克己西从，难克处，克将起。最难克服的地方呢，要去把它克服。即使诱惑临头呢，勿伤良心，要用慧力观照，唯以慧力照之，正念持之。要晓得呢，虚空的鬼神呢，深深难在监察我。所以呢，天堂福乐呢，一转眼可登；地狱的苦人呢，一失职而将入。要临崖勒马，就悬崖勒马，悬崖勒马，苦海回头。要以万难自持之时，存一万不可换之想，就是怎么样可以不欠风流债呢？的第一个方法，印光大师跟古人教我们。第一个，在第一念的时候呢，要保持清醒，要去克服，就是第一念。啊，学这个王崇惠先生，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碰到美色当前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不去换这个风流债呢？就是古人都有婚夜拒绝私奔而来的美女。那我却强行逼迫而行奸污。如果你要去奸淫一个女子的话，你都要去想到说，古时候都有
婚礼就是办义。聚集私奔而来的这些美女，那你现在却是把这个人呢，这个女子呢，强行用强制的手段，强行的手段把她奸污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古时候这个善士呢，就是善良的人呢，他发现买来这个美妾。是家里碰到困难的人家的妻子女儿，他赶紧把这个女子呢送回去还给人家，啊，而且把这个女子卖身前呢也作为礼物奉送给他，就是古人很德行很好的，他有做到这个地步，那你却是千方百计的去挑逗人家的妻妾。第四点呢，古时候的人做主人的，他有时候都还会捐钱帮助他家里的婢女呢出嫁，把她嫁出去。现在也有，而我妾呢仗势奸污婢女下人，就像现在很多请了一些外劳，把外劳强奸了、强暴了，而我妾仗势奸污婢女下人。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古时候的人有时候出钱替人家赎身，让妓女转做良家妇女。啊，这个在古代的故事里面也看很多。而我却什么趁人之危，逼良家妇女啊为娼，或者逼迫良家妇女。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呢，古时候的人有奸钱保全别人的夫妻圆满而不拆散，而我却离间别人的夫妇之间的感情而充当第三者，这个呢也要学习古人这样的精神。第七，古时候有出钱帮助别人嫁娶的，像曹彬呢、很多都是做到这样出钱呢帮助这些啊被俘虏的这个妇女呢把她嫁出去，或像窦燕山也是一样，他那个长工呢偷了他的钱，把他女儿呢写一个纸条呢把他卖给这个窦燕山，窦燕山把那个纸条烧掉，把那个卖身契烧掉，交代他太太呢啊把这个长工的女儿呢把他抚养长大，最后把他嫁出去。所以窦燕山后来他得到高寿啊，他短命变成长寿啊。他生了五个儿子，五子八孙，通通当大官，一门显贵。他含笑无疾而终，这窦燕山的果报，他积着这个阴德啊。第八，要想到这个风流债呢。片刻的欢愉有限，你享受的只是片刻的欢乐，但是多生多世的罪业却是恶报无穷。你要考虑后果，考虑到将来的果报，考虑到来生他世啊。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虚妄的水月镜花呢当作真实，沉溺于无边的意海里面。其实风流内在呢，就是风流债呢，大可不必欠下。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要多听经闻法，靠戒律，靠拜佛，靠听经闻法，靠读诵经典，要慢慢的呢，要把自己这个业障呢能够看得破，才能忍得过。那若是忍不够呢，那还是
因为你看不破这个真相。刚才我们引用啊，《观世音戒淫经》还有《感应篇》里面这个讲的，你要看清这个真相，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却是带着满身的罪孽到三恶道去。所以这里也讲啊，你末界洪流在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无法看破色意本空，你可以把别人的妻子、女儿当成自己的眷属看，年纪老的看作自己的母亲，年纪大的就是姐姐，年少的就是自己的妹妹或女儿。能够如此，邪淫恶心就不会生起来了。那么第三呢，杀生偷盗我们讲完了，第三就是邪淫。印祖对邪淫这个部分呢，印祖特别在他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开示的特别多啊。印祖说，反非自己妻室，无论良贱，今不可以彼心淫。也就是不是自己的妻子啊，不论良贱，就是说不管她是正当女子或是从事我们现在俗话讲的卖淫的工作，就是啊，无论良贱啊，良就是正当女子，也许可能是别人的妻子，可能别人的女儿，这叫良。那贱呢，他可能从事的就是从事卖淫的工作。所以印祖说，不论良贱，今不可以以彼心淫。心邪淫者是坏乱人伦，既是以人生行畜生事。所以印祖讲的这么严重，就是如果你是邪淫者呢，那你是败坏五伦，叫坏乱人伦，那就是以人生呢行畜生事。现生呢已成畜生，来生变作畜生了。所以为什么《地藏经》里面讲说，若犯邪淫者，切割鸳鸯报。这《地藏经》讲得很清楚，鸳鸯是一种动物，感情特别好。我们俗话讲一句话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啊，所以地藏经也是这样说，印祖也是这样说，现生就是你这一世都已经成畜生了，现生已成畜生，来生变作畜生了。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不是普通人。那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这一句话是由印光大师说出来的。大势至菩萨是法身大士，他已经证得法身了，具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也就是说他们都能通达六通，有宿命通跟他心通跟神主通，也就是说他们像这种高僧大德，这种法身大士，他们可以看无量世，阿罗汉只看五百世，他们可以看无量世哦。所以你到哪个地方去轮回，这法身大士他们都悉知悉见了。所以
应主说呢，世人以女子托人为耻。应主说，世间人认为女孩子如果去托人的话，觉得是很可耻的事情。但是这个部分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呢，也已经都荡然无存了。整个道德标准呢，也差不多都溃堤了。他们不觉得是可耻。这是现在社会乱连的原因，因为他们也不怕因果啊，所以世人以女子托人为耻，印主说不知男子邪淫也与女子一样啊。印主说那男子邪淫呢，跟女子托人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还有一点，印光大师说邪淫之人必生不贞洁之儿女。邪淫的人，他所招感出来的子女，乃至于他的女儿儿女，这大半包括他儿子，包括他女儿，就会不贞洁。这个我曾经呢，在拍《屹立宝钞》的时候，在里面讲一个现代故事，发生在我们台湾中部。有一位企业家，他已经跟他的妻子离婚了，他是一个单亲家庭。那因为忙于事业，忙于应酬，在应酬交际里面，难免呢啊会拈花惹草。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到这个卡拉 OK 这个餐厅呢去饮酒作乐，招待客人。结果经理呢所带出来的那个坐台小姐呢，竟然是他的女儿，离家出走的女儿。那么当时呢，这位企业家见到了那一刹那呢，哑口无言，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也不能承认，也不能说话。所以草草结束以后呢，当时他的女儿看到他父亲呢，也是惊恐的呢，啊，离开那个餐厅。后来他这位企业家呢，要到处去找他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呢，最后再也找不到了。这个故事呢，我特别给他编在啊《屹立宝钞》的现代故事里面，就是印主这里讲的邪淫之人呢，必生不贞洁之儿女。那么谁愿自己的儿女不贞洁呢？自己既以此事行之以前，就印主说你自己先做这个邪淫的事情在前面，而你秉自己之气分呢，皆然正而不邪，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所谓父亲的身教呢不够的时候，你身教不如法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儿女秉自己之气分，那必然感召你的儿女呢截然正而不邪，你的儿女不可能正而不邪。所以印主特别叮咛，不但外色不可淫，即夫妻正淫亦当有限制。他说不但是邪淫不行，外色就是外面的女色，邪淫不行，那就算夫妻的正淫，印主也特别交代说也不可以患难，也要有所限制，否则的话不是夭折便是惭愧。这印主就讲得很严重了，
要走就是短命了。啊，所以你看那个，如果娶了好几个太太的那种丈夫呢，他大概都短命收场。啊，有大房、二房、三房的，当然福报大不能说没有。我们也看过台湾的企业家，也曾经有大房、二房、三房，他也是高寿，但是他福报大。啊，但是并不表示说他没有果报。所以印祖说呢，不但呢是要走，而且就是惭愧。贪房事者，儿女反不一生。这个给年轻人呢，啊，给年轻人也是一个叮咛。印祖说，如果你贪爱房事，房事就是夫妻正缘。他说，贪爱房事者呢，反而不容易生下小孩，儿女不一生。就算生出来，那个小孩子也难成人。就是会不好抚养，就算成人也是孱弱无所成就，那个小孩子呢，体弱多病，那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呢，贪好贪房事，所以印祖说呢，世人以行淫为乐。孔子说呢，食色性也。这是我们的习性，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是清净不染的，本性是绝有不迷的，本性是正而不邪，净而不染。我们自信的觉真境本来的面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无始劫来在轮回里面沾染太多的习气，这个爱欲的习气呢很难断，所以世间人呢以行淫为乐，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如果不透过修行，不过多忏悔，不透过修行，不透过忏悔，很难断除。那印祖说呢，不知道乐只在一刻，苦直到终生，以子女及孙辈。这是指你如果是邪淫的话，虽然乐在片刻啊，但是祸延祖孙呢。以上呢，我们是。讲到这个邪淫者呢，啊，淫人者呢，杀其三世。其中有提到说，子不认其母，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他母亲如果是患邪淫的话，子不认其母，或者他母亲就跟人家发生邪淫的话。那感应篇讲这样是不是真实的这样故事呢？有，还真发生了。这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我们台湾东部某一个原住民的部落，有位老妇人五十几岁，跟他的儿子住在一起，帮他儿子看孙子。刚好他隔壁邻居呢，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三十九岁，他是40岁左右。有一天呢，他儿子出去工作，结果提早回来呢，突然间撞见呢，啊，隔壁的这个年轻人呢，跟他母亲发生邪淫的事情。当下呢，这位年轻人非常的愤怒。手拿起翻刀，就跟这位年轻人发生扭打。大概是他母亲劝架，
三个人在混战之余呢，结果他这个年轻人呢，因为喝了一点酒，刚才我们讲的啊，此嫌没耳，痛挫心脾，愤怒自己，羞愧跟愤怒自己，所以这位年轻人呢，失去了理智。不慎的呢，这个翻刀杀到他母亲，结果他母亲呢送到医院就死亡了，造成这个人伦惨剧。这都是什么原因？就是刚才讲的，隐忍者杀其三世，邪淫所造成的结果，果报都非常的惨烈。这是。讲到这一段，子不论其母，我特别引用真的有发生这个公案故事来告诫世人。那。所以印祖在《不可入敦伦理系》里面提到，印祖说：“天为大父，地为大母。”一切男女呢，皆天地之子女，皆吾之同胞。既是同胞，当尽友爱，保护扶持，以其各得其所。如是则天地之孝子。我们怎么敬天畏地呢？我们怎么恭敬顺天呢？印祖教我们，印祖说：“天为大父，地为大母。”那么，所有一切世间的男女，都是天地的子女，都是我们的同胞。那么，既然是同胞，就要互相友爱，互相扶持。让他们都各得其所，能这样做，印祖说才是天地的孝子，无田所生。无田所生就是说不辜负你这一世的人生。所以，你如果能够保护扶持天地的子女，则天地必常保护扶持于其人。也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人间做人，你能够扶持保护天地的子女，就是爱护他人，那天地就保护你，让你的福禄寿永，福孙寿永。福孙寿永就是让你福报绵绵，寿命延长。诸凡如意就是让你诸事如意。如果你倘或肆意横行，欺凌天地之子女，如果你呢肆意横行，就是横行霸道。欺凌天地之，就是欺负别天地的子女，则其蛰伏减寿，灭门皆是。老天呢，就让你折掉福报，减掉寿命，灭门皆是，让你绝子绝孙，一气不来，永堕恶道。经百千劫。莫负人生者，你经过百千劫还不能得人生，乃自取其祸，这是你自己招赶来的灾祸。非天地之不慈，不是老天不慈悲。一切勿论，其他就不说了。印祖说：“即如妻女姐妹，人各共有。”每一个人都有妻女姐妹，
人肉熟识几只妻女姐妹，几则混心怒气。别人如果看只熟识，就是别人就一直看你的妻女姐妹，你是不是觉得很愤怒呢？几则混心怒气呢？就想要打他呢？几一欧几呢？何见人之妻女姐妹稍有姿色？那如果别人的妻女姐妹如果稍具美色的话呢？心既妄起淫念，心里马上升起淫念了，意欲污入夫宅了，就想要污染他了。夫同为天地之子女，是吾同胞。若以同胞岂不正念，则是欲辱天地之子女。印主说，同样都是天地的子女，都是同胞。那既然是同胞，如果岂不正念，那就是侮辱天地之子女啊。七五同胞，其人尚得自立天地之间。他说，这个人如果是欺负同胞的话，他虽然还可以在人间做人，他可以立在天地之间吗？他还可以做人吗？况夫妇之道，以夫三纲五常，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人有三纲五常，男女居士，他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伦理，有一定的次序，这叫男女居士，这叫人做人，他的人之大伦。但是动物就不是这样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动物没有伦理，人有伦理。所以你看动物它就乱掉了。啊，动物就母狗跟公狗之间，它们就没有伦理了。所以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在人有人伦。人若行灭理乱伦之事，如果人去做一些违背天理，刚刚讲违背天理乱伦的事情，那就是以人身行禽兽事，就是以人的身体去做禽兽的事情。身虽为人，实则禽兽不如也。如果人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虽然身体是人，但是他实际上不如禽兽。所以为什么很多做这些乱伦的事情的时候，或是逆伦的事情的时候，都被人家骂说你是禽兽，那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人不如禽兽，因为禽兽虽然他没有伦理，但是羊还有跪乳之恩呢。虎毒还不食子呢，啊？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印光他说，禽兽不知道有伦理啊，禽兽不知伦理啊。人知伦理，知伦理而后灭伦理。如果知道伦理，灭就是侮辱。人知道伦理而后覆灭伦理，灭就是轻灭侮辱这个伦理，实际禽兽之下，已经在禽兽的下面了。然一切众生有淫欲生，我们所有一切众生来这个世间轮回，都是看到父亲跟母亲在显影的那一刹那入胎的。所以呢，人是淫欲而生的，有淫欲而生的。
故起习片浓，所以他习气特别的重。息身提防，需要特别的去提防。那要怎么做呢？印主告诉我们，我们前面也有研讨过，你对淫欲这个事情，对妻女姐妹这种事情，你说这种事情，印主说有三种观：不净观、做怨观、做亲观。亲就是自己的亲人。怨就是他是冤亲债主，净他是不清净的，疏口息灭邪念，才可以把这个邪念灭掉，而保持正念。所以印主说呢，四十二章经，世人见诸女淫，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姐，少者如妹，幼者如女。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讨论过，老的就像自己的母亲，年长像自己的姐姐，年少像自己的妹妹，年幼像自己的女儿，生度透心出来。要生度透他，就要生出一个度他的心出来，熄灭恶念。《梵网经》里面有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当生孝顺心、慈悲心。如果断邪淫呢，在《楞严经》上呢，佛陀有给我们开示。佛陀讲呢，云何正信呢？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佛陀给我们讲一个根本办法，怎么去戒邪淫呢？还是要戒律，要清净的戒律。所以佛陀说，以戒为师。这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所以众生呢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就是定慧等持。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呢，就是戒定慧三学。所以三昧呢，三摩地呢就是三昧。你如果入三昧呢，佛陀说要先严持清净戒律。那杀盗淫妄呢，是为生死的正信。众生想要入三摩地，真正修行，要把生死的正性要挖除，严持清净的戒律。好，再来佛陀就说了：永断淫心呢，不断酒肉啊；永断淫心，不掺酒肉，以火进食，无惮生气。阿难，如修行人。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即杀，即以杀生。初三戒者，无有四次。佛陀说呢，你要永断淫心呢，要怎么做呢？永远断除淫心呢，然后不饮酒，不吃肉，因为酒能够乱性，性乱呢，便会做出种种颠倒的事情。那你完全世俗的话，而且还需要用火来煮熟来吃，不可以生吃。佛陀告诉阿难说呢，这样的修行人，若是不能断除淫欲，戒除这个杀业，而想要超出三界者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再来一点，佛陀说呢，当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身闻四气八气，止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力，止心不起。佛陀说呢，应当要关照呢这个淫欲呢，像毒蛇猛兽，
像冤家啊，如犹如毒手，如见冤结，像遇到盗贼一样，会丧失生命的。所以呢，要先持声闻的境界，也就是比丘的四气界。比丘的四气界就是杀盗淫妄这四个根本重戒。那比丘你的八气呢，就是杀盗淫妄以外，再加触入覆随，这叫八气。以境界呢来约束身心。身三知是杀盗淫，口四知是妄以其意，两舌恶口，身口共七知，这个叫做啊，身三知、口四知、身口共七知呢，坚持不换，然后再履行呢菩萨的十众四十八亲，清净力，手心不起妄想，持戒清净，这样才能自心一处，才是境界成就。啊，第四个佛陀就说了，境界成就，则以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脱劫不行，无相负累，亦以世间不还宿债。佛陀说，境界如果你能够修成就的话，那么对于世间就永远没有相生。因淫心已断，就永远没有相杀。因杀心已断，佛陀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能够持境界，能够修成就，那么世间你就永远没有相生。为什么没有相生呢？因为你淫心断掉了，所以就永远没有相生。那也永远不会有相互仇杀，不会有相杀，因为你杀心已断了。既然没有脱窃劫道，包括妄言恶口，那就自然而然呢，你就能够啊，不负债，不赊欠，不赊不欠，就是你不欠人家的了，啊，不欠人家的，因为你没有脱窃劫道嘛，没有恶口妄言嘛，所以你就自然就不赊不欠。你就不会负债还债吗？为什么来这个世间，会来到这个世间？印光大师说，人生是愁业而来的嘛。那为什么愁业而来呢？是来还债的嘛。那你不做脱戒的事情，你自然就不会负债还债嘛。如果你淫心已断了，那就不会来相生嘛。我们说爱不重不生杀婆嘛，那你杀心已断了，自然就不会被杀害嘛，也永远不会有相杀嘛。以上这些都没有了，那你就没有宿债了。这四点呢，我觉得佛陀跟我们开示呢，他讲得非常清楚。首先佛陀跟你讲，你怎么入三昧，就一定要戒律，所以戒律很重要。老法师这样说，果亲律师也是这样说。佛陀首先给你标出来，戒律很重要。第二个呢，佛陀跟你讲说要永断淫心呢，而且还不能吃酒肉，而且呢要不能吃那个生食，要吃那个熟食。啊，那第三呢，佛陀叫你观这个淫欲呢，像毒蛇，像盗贼。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你就在这个世间呢，你就游戏人间，称心自在。啊。
你就不会招感相生，也不会招感相杀，也不会负债还债。啊，那你这个世间，你就是成缘而来。那我们来看这个《南山律》呢，《在家必然列篇》里面呢，有关隐的部分呢，啊，这里面《南山律》写的这个邪淫呢，在五戒里面呢，它为戒邪淫，啊，但是它没有叫你断正淫。但是忏公如果传戒的话，忏公都会叫你啊，五戒里面就直接要断正淫啊，正淫就是比如说像夫妻啦，这种叫正淫，夫妻以外的叫邪淫。所以五戒呢，它只断邪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但是忏公都叫人家受满分戒啊。百分戒、多分戒、少分戒，那忏公都会告诉你说，你直接就是断正淫好了，也就夫妻不行房了。印光大师也是很严格，印光大师就告诉你说呢，其实结婚的目的是要传宗接代。印光大师直接跟你讲，在印光大师文章对淫这一块，印光大师着墨非常的多。尤其印光大师很殷殷教诲的，就是叫你要断邪淫。所以印光大师说，夫妻结婚以后呢，啊，你传宗接代已经有了，有儿孙了，有子女了，那夫妻就开始走上修行这条路，不要再行房了，不要再同房了，也就是不要正淫了。啊，所以五戒呢为戒邪淫，那八戒呢正邪俱制。八戒就是你就是啊，八关斋戒里面，他也全部禁止正淫啊。那么淫呢，在《南山律》在家必然呢列篇里面呢，它分成三项。第一个换所换的境界，第二所换的相，第三不换，这三种。我们看这个必然里面说了，幻境这个所幻的境界，世超云升起云，可畏之甚，无垢拟人。拟人有什么可怕呢？可畏之甚，拟人有什么可怕呢？有人说拟人是祸水啦，那这样对女众是不恭敬的啊。女众里面有很多菩萨，像刘树云就是女众啊。刘树云老师，老和尚说他有误触啊，他是女众啊，啊，台湾的道正法师女众啊，女众也有很多很杰出的，修得很好的，啊，像台湾的正言上人啊，正言法师啊，还有华万大学的小云导师也是女众啊。啊，所以可畏之甚呢，就是从世间角度来讲，世俗的角度来讲，女人确实可怕啊，所以叫可畏之甚呢，无垢女人啊，败阵毁德，莫不由之，这四个字就把你点出来了，败阵毁德，败坏你的正念，毁坏你的德行。那你都修不好，这个在佛经上讲啊，叫软烟家啊，软烟家就是这种情子，增长你的情子，这叫软烟家。所以败正毁德，败坏你的正念，毁坏你的德行，莫不由之。没有不是从你能才引起的。就这里讲的败政毁德，莫不由之啊！啊，软心看者下罪，有上罪、中罪、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吗？你带着污染心去看的，你还没有行动，
已经犯下下品罪了。闻声凄然一耳，你听到声音动了念头也算啊。闻声凄然就是你听到你中的那种阴烟的声音，你淫念起来的时候，那也换了。那现在很麻烦啊，网络很发达啊，你注意看，你现在看起网络哦，像台湾叫 YouTube 啊，在大陆叫百度土豆网。你明明就点那个净空法师刻住，在 YouTube 里面跳出来，可能好几个都是佛教的讲经，或者还是佛教的唱诵，偏偏跟你插一个色情影片在里面，很多对不对？那你有些把持不住的，他就把它点一下，声音就出来了。声音就跳出来了。所以现在的人呢、啊、要换这个说闻声凄然啊。也可以讲说随时随地都会换啊。会动念啊，叫闻声凄然。你看这个南山立在家别人里面讲的这么严格啊。连声音都不行啊，不能动起心动念啊。那么这里面讲说言可畏者，他说女人为什么可怕呢？在喝一经上说了，喝一经是一部经，喝就是呵斥欲望，喝一经里面说了，女色者世间之枷锁。他说女色啊是世间的枷锁。什么叫枷锁？用现代的话叫锁铐，警察把坏人抓起来上锁铐。哈，女色者呢，世间之枷锁啊！啊，这个锁铐还怎么样呢？还是你乖乖双手伸出来给他铐啊，给他上锁铐、上枷锁啊！凡夫恋者不能自拔。他说，凡夫呢，迷恋这个女色呢，到最后不能自拔，克制不了啊。好像掉到深渊里面去呢，不能自拔。要靠什么？要靠戒律，要靠因果。要生恐怖心，要生害怕堕地狱的心。印光大师说，要生一个怕死的心出来。啊，女色者，世间之重患。他说女色啊是世间最严重的问题，重患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啊，确实是如此啊。我们台北有一个企业家的富二代小开啊，有一点钱，靠爸爸赚的钱啊，在外面啊呼朋引伴的，还甚至结交一些黑社会的人物，然后带着他的女朋友到夜店去饮酒作乐。他的女朋友因为服务生的服务态度不好，马上就升起嗔恨心啊，嗔心出来，然后跟他这个富二代这个男朋友告状。这个富二代这个男朋友呢，就马上电召他那些兄弟、那些酒肉朋友、那些黑道的兄弟过来，二三十个人到我们台北市信义区的某一家夜店。那酒店当然是夜店，当然要报警啦、啊。那警察就来处理了。某一个刑警啊，我们台北市警察局辖区的分局某一个刑警，他就去现场处理了，结果被这些黑社会的黑道分子，还有这个富二代，还有这个女的，当场围殴。那这个女的还说了，让她死，让她死。结果真的那些人呢，啊，失去理智呢。这个富二代带的这些黑道分子围殴呢，把那个刑警当场活活打死。你从这个故事听完，短短的几十分钟的这个群架打群架围殴的这个刑警的这个个案里面来去探讨，女色者
真的是世间的重患啊，害死一条人命，害死一个警察，毁了一个家庭啊。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凡夫如果陷在其中的话，到死都不能够回头啊，到死都不能够免除这个灾祸啊。你受则世间之衰后，你受是世间它衰败的一个灾祸来源。我们想俗话说了，红颜祸水啊，红颜祸水就是世间的衰祸啊。也很多企业家我有一个朋友啊，住在台北市阳明山的别墅啊，啊，大概有1亿多啊。这位高姓的姓高的这位企业家呢，本身呢是学佛人，他从事装潢啊。我认识他是某一个佛教团体的委员啊，劝募委员。那他住在阳明山。他从事装潢设计，他就帮我们台北市某一个可以讲说排名呢在前十大的一个大企业家，他在跟他装潢，结果没有想到他阳明山他帮他装潢这栋房子，到最后是这个姓高的这位学佛的师兄呢，最后变成换他来住，就证明这个房子是五家共有。那为什么这个前十大这个企业家后来会兵败如山倒呢？他本来在桃园有个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饭店，在那个高尔夫球场里面有一个饭店很大，在台北跟桃园之间很有名，然后又盖了很多别墅建筑在卖，建筑的别墅在卖。那最后为什么会败呢？这个企业大企业家为什么会败呢？也是这里讲的，你受左世间之衰祸啊！啊，这个姓高的这位学佛师兄跟我讲，他对这位大企业家很熟。当时算命师就跟他讲说：“你绝对除了你太太以外，你不能再碰女色。”但是因为他的大太太呢，没有生半个小孩，没有生儿子跟女儿，所以他一直想要有一个人呢来传他的香火。后来到日本去考察，说认识到一个日本的女孩子，他就把她带回了台湾。结果那个算命跟他讲说，你不能够碰女色，他真的去碰女色，很奇怪，他碰了那个日本那个女色以后啊，他从此事业走向衰败之路，最后整个大企业全部都卖掉，最后一无所有。就是这里讲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恶不至。凡夫去碰到了无恶不至，是什么灾厄都来了。行者既得离之，我们修行人啊，要远离这个女色。若复顾念，是从地狱出。如果你还是在那边的恋恋不舍，回头一直看，那叫做是从地狱出来，还复失入。从地狱出来又想要进去地狱了，叫唯从地狱出，还复失入。又云：女人之相，其眼如蜜啊。这里面讲了女人的样子，她说话像蜜那么甜，其眼如蜜，其心如堵。譬如青烟澄净，就好像说很清澈的一个烟，就是一个很深的这种在山上很深的那种啊，类似湖泊的烟，它非常的清澈澄净，它清楚的像一面镜子。譬如
亲烟成尽，而蛟龙即知啊，这里面呢啊，藏着一条蛟龙在里面。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亲烟成尽，表示我们自性功德，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我们本身的这一念佛性，这个如来藏妙尊如心，就是我们的亲烟成尽。蛟龙即知啊，因为龙呢是在水里面，所以说亲烟成尽呢，而蛟龙即知。金山宝库呢，而狮子处之，就好像在一个金山宝塔里面，就宝藏里面，这里面呢啊藏了一只狮子。啊，这个就金山宝库，就表示我们的智慧宝藏，我们的三德密藏，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在佛经上讲叫三德密藏。我们这个三德密藏里面就是宝藏。为什么叫三德密藏呢？你还没有开发出来叫密藏，开发出来叫宝藏。所以叫金山宝库呢，而狮子处之。这里面呢，有一只狮子呢在那边。狮子什么？狮子吼，就是为人讲经说法啊，这叫狮子。狮子代表的勇猛精进，叫威猛无比，就表示智慧。所以狮子呢，代表智慧。所以你看，文殊师利菩萨呢，他做的是麒麟。麒麟代表吉祥啊，但是那个麒麟呢，很多人都认错了，以为文殊师父做的坐骑呢是狮子，但是佛陀说法，我们称它叫狮子吼啊。当知此害呢，不可近呢，所以应该要知道拟人的祸害呢，不可以靠近啊，所以。你受者，世间之枷锁，世间之重患，世间之衰祸，其眼如蜜，其心如堵。好好记住这几句话，是《南山律》在家被染那篇里面这样记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公案。啊，就同奸嫉妒呢，利润相加这个现代公案。那么这个发生在我们台中中部，有一位70岁的一位老先生吴某，他跟他妻子分居啊。他因为经商有成啊，虽然70岁了，但是红粉知己还不少啊，因为他很多钱嘛，所以吸引了不少女子的来倒追他。他跟一个离婚的孤女的交往，还跟一个理性的女子来往。可是这两个女子呢，常常为了污染呢争风吃醋啊。这里面讲说同奸嫉妒呢，利润相加之下，是讲说啊，也有可能是男的。有可能是女的啊，同奸嫉妒。那么这个吴某呢，他有一天在他家里的附近稻田呢，跟种菜的这位林姓妇人在聊天呢、啊。啊，他说这个郭女呢，就他那个女朋友，其中一位女朋友叫郭女呢，传简讯恐吓那个妮妮，啊，他另外一个女朋友妮妮。那么这个吴男呢啊，他赶紧把这个简讯呢就提醒了妮妮要小心。结果这个讲完没多久，消防队都举报呢，这个吴男所住的这个房子呢发生火灾，而且火势呢猛烈，发现呢啊，这个吴某本来他企业做很大，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呢，他为了专心照顾他的母亲。90几岁的母亲啊，所以他把事业交给他儿子的管理。但是他因为他换了这个银呢，
结果他也害了母亲被烧死。那总共呢，这个火灾呢，被烧死呢，不仅这个吴某的母亲呢，这个93岁这个母亲被烧死，吴某本人也被烧成焦尸，烧焦了。那郭女呢，也烧焦了。最后警方调查了，从这个简讯里面去查证呢，去查去追查。这个郭女呢，她当时传简讯给妮妮讲这句话呢，为什么我引用这个故事？它里面讲这几句话很有意思。他告诉那个妮妮说了，你坏事做太多了啦，小心你没有机会住新房子了。大概是那个吴兰要买个新房子给那个妮妮住吧。这个郭女就跟这个他的情敌呢，这个妮妮说了，你坏事做多了，你没有机会住新房子了。你跟吴某都奸情，他自己本身跟吴某也有奸情，他就怪这个妮妮呢跟吴某的奸情，他说你跟吴某的奸情呢，一定会全世界都知道了，坏事做多了，很快就遇到鬼了。最后他自己烧死，烧死自己也烧死吴某，自己也变成鬼了。他是恐吓那个妮妮呢，不要跟吴兰呢来往。后来警方调阅监视器去追查，才发现是那个郭妮呢，那一天深夜呢，她到五仔喝得醉醺醺的，走路都不稳。那邻居呢，有听到争吵的声音，结果短短的不到8分钟，吴某的住家呢，就窜出火光出来，跟浓烟。所以新闻记者呢报道这一篇呢，就说女友不满劈腿，跟他呢同归于尽。作为萝卜糕的大亨呢，70岁为情而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个同奸嫉妒呢，利润相加呢，自杀，这是真实的公案啊。这个女子纵火，情敌纵火呢，烧死了70岁的这位吴某呢，连他妈妈都被害死了齁。好，那讲到这里呢，这一段呢，就是日前出舍这本古诗里面教你呢，怎么来调伏你的这个邪淫的念头。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呢，讲了这个骗死的意念意消啦，一生的功名性命是很重要的。那邪淫的果报呢，都是非常惨烈。所以才会跟你讲说事起莫及啊，会后悔莫及啊。那第二段跟你讲说奸淫邪淫呢，接近杀，会招来杀身之祸，就是奸近杀这个意思啊。不仅是杀别人，也是杀自己啊，或者杀他们三代，这叫做奸近杀。这奸淫呢，在这个地方来讲，见他赦免起心思，他讲的是非常的重啊。所以奸淫接近杀也就是说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们常说呢，射住头上一把刀。那里面也讲起乎知觉呢，愤怒操刀者杀，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古人讲出来的话。但是现在这种因果故事呢，都不断的在重演，不断的在发生。那这个地方这一段主要是跟你讲说，你淫念如果没有办法平息，就好像说用手在火堆里面这样烫，这个淫念呢就慢慢会熄掉。如果还是熄不了，那就叫你
诚心明咒就打咒，再没有办法，他就叫你观想古人的坟墓，那你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跟那个人一样呢，在坟墓里面呢，就变成一堆白骨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来讲说邪淫的果报呢，啊，确实非常惨烈。我们就讲一个真实的公案，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台湾基隆市，啊，码头前面有一处民宅发生了杀人案，啊，这是发生在2011年2月，啊，当时命案发生的时候呢，有一名男子呢在倒卧在血泊中呢，当时居民正在看电视。突然间听到屋外有人传来男子的叫声，说救命哦，救命，就抢求救的声音。结果邻居跑出来看呢，才知道发生凶杀案。那么当时这个伤者呢，意识还很清醒，可是送到医院去以后呢，因为失血过多，最后呢抢救呢啊仍然告不治。那么警方调查呢，这个死者呢是40岁的詹某，凶手呢是37岁的林某。凶手跟这个被害人呢，他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玩伴，很要好的朋友，两人呢都没有工作。那在2011年2月呢，因为这个詹某呢性侵了他这个好朋友林楠的妻子，而且呢还强拍裸照，同时用裸照呢来去威胁林某的妻子呢啊纠缠不休。但是呢林某呢都被蒙在鼓里。那么有一天呢，詹楠又到林某的林楠的这个老婆槟榔摊呢去骚扰。啊，正巧呢，他手机留在现场，就被这个林楠的妻子呢，把手机打开一看呢，发现他手机里面有他的裸照。那么这个林楠的妻子呢，啊，就向他丈夫呢坦诚呢，他遭受詹楠的性侵的言为。那么林楠呢，本来他是基于兄弟情谊呢，丑事不想张扬。所以准备呢，那一天呢，就带着他太太呢搬离开租屋的地方。但是这个灾难呢，就是逃不掉。没想到呢，当天晚上呢，啊，那个詹男呢又骑机车呢到林某的租屋处，以为林某不在家，又企图向对他的妻子呢毛手毛脚。结果被林某当场撞见，两人就大打出手。那詹男呢，就知道自己理亏呢，就且战且走。林某呢，怒气难消，顺手就拿着切生鱼片的刀子呢，追到门口，将詹某呢，啊，脸部跟胸部呢，还有大腿呢，啊，连砍好几刀。最后这个詹某呢不知倒地呢啊被人家送去医院急救，最后死亡。那么林某带着他妻子的往山上要逃亡，但是后来呢啊觉得无处可逃呢，还是下山呢向警方投案。从这个案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就古人讲的呢啊事起莫急呢，起乎之节呢，愤怒操刀自杀，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愤怒操刀自杀，这个故事就活生生的这样就发生在这个人间。那么青少年如何对治邪淫呢？我们这边呢也来稍微报告一下。我们说万恶淫为首呢，现在网络很发达，很多不良的信息呢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那么作为父母呢，就更加要能够关心辅导他们，否则呢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那么邪淫呢，会影响到他们学习功课，会磨灭他们的理想。所以青少年的时候呢，应该正是他精力最好的时候，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那应该让他们安心的学习功课。如果他们患了邪淫，就会把他们一生的远大前途呢置之而不顾，葬送他自己的前途，那么将来就后悔莫及了。这所谓年少的时候呢，连气血方刚呢，要戒之在色啊。所以邪淫呢，对心理健康成熟很不利。所以青少年在读书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早恋，很早就谈恋爱，这样呢会影响到他心理健康的成长，甚至会影响到他跟同学的关系，跟家里父母亲的关系，会改变他的性格，啊，个性呢就变成孤僻或者是烦躁，容易发脾气。那他们曾经就做一个调查，他说呢，如果草率的早恋酿成这个邪淫的话，可能会造成终身的苦果。他们有一份研究资料报告呢，从12岁到16、7岁的年轻女子，把他们变成两组，每一组都100个人。有一组呢是早恋而且有性行为的，那么有一组呢是没有的。结果他们事后调查比较以后，有早恋跟患邪淫的那一组的，他们企图自杀呢，是比那个没有早恋、没有患邪淫的那一组呢多六倍。啊，这是第一种企图自杀呢，他们增加变成多六倍。那么离家出走的几率呢，这个有早恋跟患邪淫的呢，他们离家出走的比例呢，比那个没有患早恋跟没有邪淫那一组的人多13倍。这是第二种离家出走。第三种被警察逮捕的几率会犯错。有早恋跟邪淫的呢，比那个没有早恋跟邪淫多9倍。那第四种就是吸食毒品。有早恋的跟邪淫的那一组，他们吸食毒品的比例呢，比那个没有早恋、没有邪淫的那一组呢，多10倍。可见呢，对于这个青少年戒邪淫这一块呢，还有手淫这一块呢，啊，做父母的一定要去给他关心。所以《所楞严经》里面讲的“菩萨见意如闭火坑”啊。所以怎么样的让小孩子能够避免呢？啊，这里面有几点建议。第一个，损友远离，要远离损友。啊，我们说呢，有益的朋友有质有量有多稳，要多注意他的交往，他小孩子交往的朋友的情形，要多接近善友，不要接近损友。所以损友要远离。那么第二个呢，要教育他们知道因果观念，尤其印光大师说，啊，老法师也这样说，啊，要让他们知道因果，要知道堕胎的果报，堕胎等于杀人，要跟小孩子灌输这个观念，教育这个观念，不能够堕胎，不能够患邪淫，堕胎就等同杀人，会招来无穷无边的恶报跟过报。堕胎就像杀人命一样，亲自杀自己的亲人一样，那种果报是很重的，要跟小孩子特别教育这个观念，要教育他们绝对不能患邪淫，绝对不能堕胎。那事实上现在邪淫堕胎的比例非常的泛滥，啊，现在一年全世界堕胎人口将近5000万到6000万，也等于24世纪大战的死亡的人口，现在一年就有5000000到6000000的堕胎人口，就是
第二个呢，要教育小孩戒除淫念，尽量不要去接触那种类似像琼瑶小说那种的，情色电影，不要去接触那一些东西。那么第三个呢，不要让小孩子有太多的空闲时间，空闲就会生灰，太闲就会生是灰。孔子说呢，小人勤积为不义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啊，这是孔子说的。小人勤积为不义啊，同学聚在一起啊，到最后饱食终日，每天泡网咖，夜不归隐，夜不归舍，就是小人勤积为不义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要让他们集中精神呢，在功课上，在做一些社会服务关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多参加夏令营、圣贤教育的这种班，学习传统文化教育，多去亲近那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这就是第三个呢，不要让他们太闲，要让他们多投入一些公益活动、社会服务，还有参加一些身心健康的夏令营，或者是一些圣贤教育的培训工作。那么第四个呢，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做好身教。以上四点呢，是对青少年如何来避免邪淫呢？提出一些浅见，提供各位参考。